大家好，我是 Werribee 丰田的陈仔，今天会为大家介绍新款的 RAV4。 了解到 RAV4， 丰田不止给了新的样子，亦都创了 TNGA 的底盘，操控性更加强，在引擎和动力方面都获得了总的提升。来到车头，你会发觉一个很不同的设计，一个全新的 LED 头灯加上日间行车灯，还有一个全新的鬼面罩，令到车更加运动型，更加强悍的感觉。还有车侧边的线条将车的前面和后面优雅地连贯在一起，还有降低了腰线，也有助司机去看得更多的东西。来到车的入面，你会发现这架车和一般的草塔很不同。这架车采用了一个比较欧系式的设计，你会发现很多的软身的材料就是包围着车里面。在显示屏方面，前面的仪表板在 Cruiser 还有一个7寸的液晶显示屏，大部分的行车资讯都可以入面显示出来。还有不得不提的就是所有的 RAV4 现在都是用了电子自动手刹，停车更方便。在安全性能方面，丰田落足本的标准的功能包括有前后的停车雷达、盲点的警报、倒车时候行人和汽车的过路警报，当然还有线路的追踪，同埋咧係有呢個前方嘅防追撞、緊急剎車功能都係有嘅。咁喺最高級嘅 Cruiser 咧，仲有一個360度鏡頭，方便你拍車添。最後當然不能不提嘅咧，就係車尾嘅儲物空間啦。656公升嘅容量比以前更大，無論係每日嘅接送啦，或者係一年一度旅行咧，都應付有餘。新款嘅 RAV4 仲提供咗汽油版同埋油電混合兩個版本俾你選擇，總有一款啱你嘅。今日就嚟我哋嘅 showroom 嚟體驗下呢架新嘅 RAV4 啦。我哋地址係212-216 Old Geelong Road Hoppers Crossing， 電話係97413344。Oh, what a feeling! Toyota.